荆棘雪漫天，盼青云指点，凌云只可比天，突破我极限。执笔有力无数，游子梦归处，为谁踏上征途，愿为了青烟奔赴。愿刹那间把南天去比肩，浮世乃远寻，万古天愿之篇，终成缘。你水击山穷，少年弃家人团圆，剑指小轩，缘起燃尽归根源。执笔间路生无动，点亮苍穹披乱石，地裂天崩，吞日月斗转星移，何处不成尊。你们这么高兴做什么？魏公子成功驱毒，恢复健康，难道不值得高兴吗？若真是彻底驱了毒，那当然值得高兴。就怕是故意做些表面功夫，反而害了人。什么意思？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姑娘能否把话说明白点？否则就算你是殿下的人，我也不会客气的。什么话毒文，真是可笑。你眼瞎了吧？他身上哪还有毒气啊？你若是再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就不要怪老夫不客气了。取一根银针，赐他腰椎三寸穴位。魏将军，赢大师千里迢迢赶来救助魏公子，若还遭怀疑，未免太让人寒心了。魏将军，事关公子性命，最好还是查探清楚，免得到时候后悔莫及。取云针来。只刺腰椎三寸。他全身的毒都被那大师逼至此处，其他地方没用，就这里。爹，怎么样？这是正魔毒。敢问赢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毒气化解有所残留，可能未清除干净吧。要不再让赢大师试试？试试。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化毒纹，而是一道压毒纹，只是暂时将障魔毒压制下去而已。一年后，障魔毒会再度爆发，到时这孩子就死定了。我想你以往依靠化毒纹救的那些人，恐怕最后都死得很凄惨吧。可恶，想跑？压下去，等我亲自处置。魏将军，来人，请齐统领下去歇息。弟弟，姐姐，我要死了吗？哭什么？人又没死。难道姑娘还有手段可以救我儿子？我不救，不过他可以救。什么？我？周元殿下，瑶瑶姐，你不要坑我呀！现在不是该你站在他们浑身抖三抖才对呀！瑶瑶姐，我怎么救啊？他说他要准备一些刻画原文的原料。我哪还有说这些？需要十天的时间。好，这段时间，殿下等人就住在将军府吧，这里安全。事已至此，先答应吧。反正有妖妖姐兜着，我可以救魏公子，不过我有两个条件。殿下请说。第一，我想讨要一颗吞元石。第二，我希望魏将军助我去黑渊得到火灵穗与育婴果。
只要殿下能救我儿，我答应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告退了。爹，我们能相信他吗？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殿下，你真能解决那瘴魔毒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啊！天哪，那十天之后我们会被赶出苍兰郡的。瑶瑶姐，能救可是你说的呀，你可不能不管呀。瑶瑶姐，以你的水平解瘴魔毒还不是挥挥手的事儿吗？那家伙之前威胁我，想我亲自出手，想得美。果然还是在记仇啊。可我根本就不会解毒呀，我怎么解啊？我教你呗。来，要解毒不难，你先将上面的东西都备好。这啥？各种元兽的毒血都是剧毒之物啊，你不会是要搞死那魏公子吧？别瞎说，这些是刻画二品元文签以示毒文的原料，我要以毒攻毒。还是毒啊？不会出事吧？去准备吧。是，总觉得好危险呀，要不要提前准备好逃跑路线呢？那好吧，瑶瑶姐，咱们开始学着千以赤毒文吧。明天吧，今天我累了。真是江湖我妖姐，人狠话不多，惹不起啊，惹不起。开始吧。搞这么一大堆剧毒之物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们要相信殿下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都准备好了，是死是活，就看今天了。走。感觉还是先去检查下逃跑路线比较稳。殿下，用如此之多的剧毒之物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因为我用的方法是以毒攻毒，所以材料用毒较多。请魏将军放心，我知道分寸。那就好，请殿下开始吧。不过真的好臭啊。开始吧。这是一品原文吗？刻画了八道，而且是按阵法排列。接下来是二品原文，千以赤毒文。好复杂。好了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。瘴魔毒扩散出来了。控制那些一品原文，将爆发出来的瘴魔毒分割成碎片，然后再由那个二品原文逐渐将其吞噬。太厉害了，用一品原文分割魔毒，二品原文吞噬排毒，合作之下就如派兵打仗一般。这才刚刚开始，要将瘴魔毒完全化解还长着呢。他必须在控制阵型时不断地修补原文，维持阵型，所以对神魂的消耗是非常大的。谢谢。
竟能如此，怎么办才好？放心，逃不掉的。千里是毒蚊，给我吞！小弟，魏将军，幸不容命。软的，再不起来，就让吞吞把你吃了。妖姐，对不起。太好了，姐姐，你终于没事了。魏将军，殿下，这份恩情，我魏家记住了。魏将军，快请起，这大礼可使不得。殿下，这就是你要的吞元石。太好了，多谢魏将军。至于黑渊之事，我们饭后再相说，如何？好。